항상 최고를 추구해.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오리. 아이 와 티안. 내 여정은 이제 시작이야. 看一眼就知道有外遇，谁到了？看一眼就知道有外遇。 你们有外遇吗？没有。多兰剑，先打的骸骨，跟我打。哎呀！吓死我了！ 실수에서 배우는 법이지. 不要给我发问号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刚才操作有问题，但是说起来很累，所以我不想说，解释起来很麻烦，看你们能不能像福尔摩斯一样分析出来吧。 分析出来就分析出来，分析不出来就拉倒。不是少不少平 A， 回来不？这波得推了，但是推线是真的慢。 这么多兵都费死个劲推线，回家。而且有炮车，只能让他亏一个兵，其实不是特别赚，赚一小点儿。正常这一波，我们要是个推线快的英雄，比如说刀锋啊，他这一大波兵他一个吃不了。 他不带药，确实是行。不带血瓶。 喜欢不带血瓶，妹妹，好的，出个红宝石，嗯。
把炮车给我打了，炮车没就行，其他无所谓啊，让他少吃个炮车。上边他打怕了，我们走位稍微往前一点啊，逼一逼他。这个眼儿插在这里，防止千九过来赶赶我们。来，这波快点升六，直接让千九没有就是赶扣我们的理由，知道吧？这波直接升到六级。你觉得你们俩能打得过一个六级的猴吗？我说了，你们俩没有抓我的理由，知道吧？你不信，非得要抓。兵线继续控，항상최고를추구해。모든상황에대비해。他补刀挺多呀，我控兵线控成这个样子，他居然能39个兵。这确实兵补的有点多啊。不要交 W 上去，等个大招。能打死不？打错人了吗？为什么最后一个 QE 没伤害呀？可以，隐隐，漂亮。QR 失误了，但是为什么最后一个 QE 没伤害啊？是打吃了还是怎么回事呢？
在这等他。길만알려줘。他一个兵他也补不了。기다렸다고。嗯，这里头有眼儿。그게전부냐？15秒有点盐，可以试试能不能越塔杀。先 Q 一下。天牛来了，哎，咬到我了，装甲猴，猜你个针眼儿。可恶的天牛。出个什么鞋呢？这把出木点鞋吧。这里怎么会有个针眼儿呢？我们520爱你们。来个波波，没空，一会儿再说吧。波波就不给了。我们马上到。这也打不过呀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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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把这个妹妹给杀了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死了呀！千九，靠！让他跑了，没有眼儿啊！你给我打死他！哎，猴的 R 无法断得了千牛的 Q 吧？是不是？我刚想用 R 断他的 Q， 但我发现好像是断不了。死了，死了就行。妹妹，你让兵线给我进去。牛头来了，再见。你就是准备让我断 Q， 那咱俩想到一块上去了，但是好像挺难断，不好断那玩意儿。以我们的反应，还是算了吧，还是别断了，没一个断。你咋的？
他怎么狠成这样呢？雷帝西差一丝儿，一换一呀、啊！我们跟着零杠七的话也不合适。布隆有点肉，我觉得这狐狸可以上了吧？这狐狸，哎，这技能甩的呀！那狐狸有大早就能上了，我觉得。别送包谁，就一共死仨人，都我死的呗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除了我都不送人头呗。好，那从现在开始我也不死了。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不死。千九给我上印记，你放心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可能再死。我来了，那 AD 能杀，你不用跑了，你往哪里跑，全都给我转起来，中推，别峡谷先锋死了，上高地了兄弟们，上高地上高地，哎呦你还敢回来，要杀我们家 ADC， 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还有这妹妹，这妹妹有序区吗？这投降。